找到特别适合的没有光污染的这样的环境去拍，而且稻田又是长势非常好的稻田地。最后一次拍是9月份吧，正好那个稻子都黄了嘛，看着天那个感觉特别的壮观和美好。我就想为我这个家乡做点事儿，把我家乡的一些比较好的地方给宣传出去。